要翻正，有的高级点的。我就是穿的高级，有的高级的。要严实点，要通街的路来又管不到一口就，时间嘛多管会嘛。我说那几天你走就是，要便宜嘛，我回一下就，一下就。洗得好吗？眼上还有点水，是没水的吗？这样子的豆子都是白点喽，五糟都长起喽，怕不得结果果。这银耳啊，还要结的，你浇了两三下喽，耶。头盆花花落落，这盆花花倒是得开锅炉的，可是有点花花的。我那北边那趟简直没花花的，没得那趟点都没收的。哎呀，这刚才弄了好嘛，我那个这个老子啦，勤还是勤快。就是脾气有点点怪，碰到毛虎凶得很。你别回别回了，我别回嘛。你好，走，老师。快点镜子给别回。哎呀，有三次了，还多三次了，有点收不，不收不收了就对不起人喽。不管是你赢了，二奶你好多吃点豆花。你回去拿嘛，你那边可能快没赢了嘛。来，我来浇花嘛。这个水还九斤两的也严重的。我喜欢花花精致，就是我花花的。小人不敢过去。你的桃瓜瓜、南瓜桃、那个冬瓜桃好多个？大大小小的噻，他三十四个的。哎呀，简直干很喽，是不干一些嘛？起码我桃百多个冬瓜哟。这里啊，摘了几十个冬瓜，高级有几十个。你看这藤的时候晒得焦黄的，有些干干都晒得焦干的去喽。一些个硬了，反正没硬的了。现在高油两两硬，高油斜的了。我这边子有了。
这个不是那些电影苗苗，那个车用那个脚脚杆打湿的，它是多光后贴那个水分上去，刚把叶叶全湿了，你这是真的呢。哎呀，我不敢老来教，我教了我喜欢最痛的是这个。俺找的也是篮子，还捞得起，而且捞不掉，是的。小老汉儿包许用包很浓，一碗包到两，着急。等你这腰上这些点儿都做不得，一坐久了来都痛啊。慢点喽，岁数大了，再紧都恼火得很。你慢点嘛，做啥子事情先？不要，你需要弄大点儿。你一看就是被龙头扶起了，扶起了整一下嘛，整大点儿快一点噻。